未知啦，咁咧就再补射嘅时候，结果就射斜咗，即系咁就成条左路佢打晒，直接一个脚外背射球啊！见到个波咧系有少少脚趾歪西噶，咁啊射翻去远处网仔嗰度啦，咁啊追成1-1咯，咁啊入波嘅系袁咏谦啊，咁成条左路佢打晒噶啦，冇人埋嚟逼佢嘅，直接到起脚嗰度，咁啊一个脚趾歪西都相当靓啦。